2, 3, 4.
你個悲傷嘅 snare 都係偏細聲啊嘛，都係偏細少少啊，得唔得 ？OK， 咁反而我覺得咧，你最尾係最好嘅，即係俾你哋最好有信心好話。不過你個 roll 你要練一練，我大家可能我講下啲咩 rolling 去做。你最尾完咧就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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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少少 guitar 咁都可能佢哋一齊去做。幾好，不過就之後你就唔好知道做啲咩啦 ，OK， 有啲咩好啦，得唔得 ？OK， 咁呢個你去再我再講下睇點樣最尾完咯，但係整體都係個聲音咯 ，base 咧有個問題啦，得唔得 ？OK， 同埋唔好快，同埋打得下，唔好意思啊，最尾嗰個 A 我 rhythm 打咗咗個 bass 上嘅啫，好似係應該就係 OK， 好，唔該 ，thank you。好啦，仲有兩位，你想最先定最尾啊？我唔想最尾，最尾你先啦。黐住佢個名，等一陣先。先 set 咧，就有啲快咯，得唔得 ？OK， 同埋要清楚啊嘛，都要，得唔得 ？OK， 好，唔該，咁啊到阿 Lawrence 最尾啦。One, two, three, four.
最尾你唔使咁擔心嘅 ，OK， 你慢慢嚟得噶啦 ，OK， 你唔好望住我，你望住佢哋，最尾如果你當住私人，你望望佢哋，佢哋就會俾個 signal 你一齊遠到啦 ，OK， 咁啊，第二樣嘢咧就係頭先你打都幾好，那個 A section， 即係一開到 A 咧，一去到 B 咧，因為你太過大力啦，啲嘢就衝快咗好多，我諗起碼去到120都有啦先，120吧，即係去到第一次個 B， 咁啊可能因為佢哋有可能彈翻，有聽過首歌，有就慢慢翻。咁頭先你一衝，因為你可能太頭先嗱，你個 free OK， 你個 four 太大力，咁你已經衝曬出去啦 ，OK， 咁可能去到快得好緊要 ，OK， 咁跟住去到 B 留意一下啦，咁因為咧去到 B 我先都唔係 sorry solo 嘅 A 唔好意思啊，因為嗰度係 solo 佢 solo， 你可能你會冇咗個 rhythm 咁易聽到，咁你就好容易迷失咗，咁你就要再 focus 到一準啲咯。咁我見你個 solo 佢 solo 你都打細力啲都幾好啊，得唔得？咁整體都 OK， 咁都係啦，個 roll 你都係要，所以其實你練好難練嘅，即係都要你要試過一次，你就知道點樣去做啦。即係最尾嗰啲 fermata 嗰啲，跟住都係啦，即係個 fermata 都係，即係可能好難嘅，得唔得？即係你試過一次，得一次得噶啦，得唔得？你就用 idea 去練咯，得唔得？有冇咩問題？個聲幾好咯，即係個聲個 bass 聽日都幾好，得唔得 ？OK， 係都係啦，去到我諗第二次 B 啊，最尾個 A 啊都係唔穩定啊，其實打啲聲音係兩可以睇翻都係。兩種聲音嚟㗎，開頭好實正，之後打打就唔實正，得唔得？有問題 ？OK， 拜 ，thank you。好啦，我哋個都玩曬啦，係咪 ？OK， 咁嗱，今日都幾好啊 ，OK。咁你記住話，下一次我哋要做咧，就係咁，我哋講就會冇咁多㗎啦，就會 play 多啦。上次有玩過都知啦 ，OK。咁我哋下一次咧會玩兩次啦，都係第一次係做咩啊？呢個跟拍自己得唔得啦？104，如果有啲人可能你想快啲、慢啲都 OK 嘅，冇問題嘅。即係當然唔好太離譜啦，可能拗啦十個前後咁啦，114可能或者你自己可能覺得有時104覺得我冇玩喎，即係我練嗰陣時候你想快少少都 OK， 或者我可能好難喎，即係嚟緊都係嘅，即係啲歌難啲都有機會可能難啲噶嘛，咁我要慢啲先打，即係打唔到噶嘛，咁你可能你可以要求慢啲得，得唔得？咁但係如果你冇乜特別，用翻104咯。咁另外就係、是、第二個 section 就係冇拍自己嘅啦，咁你就可以自己去設計多啲嘢啦，得唔得？即係你直頭可能係將佢加多減少都冇，咁多人都係嗰張跟翻住呢嚿嘢去做，有問題？冇問題嘛？冇問題 ，OK。咁啊，下一次嘅時候，咁我哋多謝我哋嘅吉他手。